昌九大道。现在这个昌九是不是南昌到九江的这个一条路啊？一条大道，这不就是高速吗？啊，这路修的，这不就是高速吗？太棒了，这路。反正我感觉江西这边的路啊，修的是太好了，一级棒，好棒棒。说实话，真心不错，真心不错呀，这边路修的。我们把昌九大道拍下来，你拍一段就啊。
from 这里。